小姐，小姐，你在忙什么？你赶快讲哈，你在忙什么？我在忙拜票。拜谁的票？足足的票。我可以请问你吗？你为什么要帮他忙？因为他是实在的人。谢谢。因为他是实实在在的在做事。做什么事？实实在在为你们帮忙，有困难他都不会推辞。你认识他多久了？我从他的宝贝幼稚园到现在。谢谢。哦，好辛苦。拜托，谢谢。小姐，请问一下，林叔叔有什么好？谢谢。林叔叔好的地方数不清，最重要他年轻，充满活力，然后有热忱的心，会为李明服务。谢谢，拜托拜托。他的亲和力非常的好，我们认识叔叔多年了。感觉就是他真的对待人真诚，很付出，有爱心啊！请大家多多发掘我们叔叔，叔叔当选以后一定会努力，更加努力为李明服务。谢谢谢谢，拜托拜托，二号林叔叔，谢谢谢谢。请问你贵姓？我姓何。何小姐呀、啊，是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大队，民族大队，民族大队，大队。好，那是贵，多谢多谢，谢谢多谢。二号，拜托拜托，谢谢谢谢，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，谢谢多谢。阿静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我们的队伍准备好了没有？谢谢谢谢，好，师姐，谢谢，感恩，谢谢谢谢，爸爸，谢谢，感恩感恩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好，我们要出发喽，好，再一次哦，二姐准备好了没有？救援救援，绿色白色中。谢谢大家。